或者我也可以装扮成红猴子。没吃中午饭呢，早上那会儿是，这没有 style 了，就是福瑞了，纯福瑞了，没有了。我看你们摘了很多草莓呀、啊。但是他很乖哎，他好乖，对他好乖好乖，哦，忍不住了，哇，他好嗨哦。打到没有？没有哈，没有哈，啊，吓死我了！那这样吧，你在这里来吧。好，睡觉了，睡觉。你居然可以继续睡？我看了时间呢。对不？妈妈来了，妈妈，妹妹，啊，爸爸来了，还没有吃吧？差不多了噻。差不多了嘛。哎呀，我困了呀，哎呦。他乖不乖啊？乖得很。你刚刚明明就没有管他。那你那个噻，你不饭了吗？哎呀，快点。好。好，拜拜。嗨。哎呀，我汗都看出来了。你说说你汗流的最多的地方是哪里？我当时真没注意到他饿了，因为你睡了，根本看不见。没有，不是，我看片子我才知道，坐的时候没有发现。你睡着一下子醒过来那一下你没有害怕吗？你女儿干了些什么你都不知道啊，在那个过程中没有担心她万一捡了点什么东西放嘴里呢？不，她会给我说的，她要吃她都要说。哦，主要是还是真的挺累的。哦，体验到她的辛苦啊。哎呀，哈嘿嘿，又要吃饭了，人为什么要吃饭呢？哎呀，好麻烦，又要吃饭了，一天有三顿。速冻饺子。中午我已经跟肖允儿预备好了。中午肖允儿说的，她想吃饺子。我不是有饺子吗？有速冻饺子。啊，好的，很好吃。她说了吗？说了，他头天晚上就说了的。哦，头天晚上的事儿。饺子都吓成这样。哎呦，不至于吗？太过分了，这就是街舞。我好怕他把厨房烧了。对。OK 了，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在嗨吗？香云儿，嗨的。他也会跳舞，太可爱了。动次打次动，没事，反正你妈没在，随便滚儿。爸爸还在弄头发，不是我头发掉了，那是假发。假发。Warning,
完蛋了，停止，然后揭开盖，啊，这就熟了啊，这不是应该再加一点凉水再煮一会吗？我告了个闹铃，他说的要煮五分钟。哦，这擦手香不香？妈妈煮的好还是爸爸煮的好？嗯，妈妈煮的好。爸爸要打个佐料，打个佐料。嗯，好乖呀，自己吃。海椒嘞？没得酥油海椒的，咋个吃嘞？哇一口啊！妹妹，你知不知道辣椒油在哪里啊？对。啊？那怎么吃啊？哎，这边。妈，那个酥油海椒在哪儿哦？酥油海椒在冰箱里头的那个。好嘞，好嘞，再见。怎么样？太棒了。放心吧哈，我办事你放心。够不够？不够。不够，这里还有，多得很。嗯。爸爸，你帮他吗？不帮。来，上手，可以，抓，对，对，这手抓更香，吃起来。我们家也是这样子，而且你知道，吃饭对于大家很多人都很愁，那你看他们家完全不是问题，求生欲望都比较强。这一不吃就没得吃了，赶紧吃。对。那爸爸吃完了，吃饱了就要睡觉了。消化一下，人家嘴里还有呢。别个猪都是吃饱了就要睡觉的嘛。妹妹是不是猪嘛？是猪了。哎呀，好可爱哟！快点睡觉了，边看边睡了。睡觉啊！你不睡觉的话，你待会儿去不了，见不了哥哥呀。哦，没有了。他们说的这个电视就是，宝宝睡了觉才能看了。睡了觉。爸爸。知道。嗯。爸爸开电视。开不了了，开不了不。不抱着睡，来来来。